那接下来，那这个月我们把那个剧情片剪完了。那这个月我们把剧情片剪完了，然后我们也，那这个月我把那支剧情片剪完，那我也另外调另外一支剧情片的调光的部分。那那个剧情片剪完，就是它只是目前只是一个70%-80%的状态。那如果我们之后想要去投什么展啊，或者是投什么比赛之类，那我们就是要再继续加油，去把它用得更好，这样。